演呢個角色叫阿婷，咁佢嘅思想係非常之靈活啦，好醒目。佢覺得黑社會未必一定成日要講打講殺，其實黑社會可以幫佢揾到好多錢。今次喺雜誌裏面，我飾演一個叫阿翔嘅人啦，好細個已經入咗黑社會，咁就跟咗譚哥。其實就是我和阿婷和阿棟三個就變成好好兄弟。今次在這部戲的角色就是說我不是一個很率直很昂直的一個人，然後打起交上來就很容易是發了瘋的，很重情義的，就是 很肯付出，赴湯蹈火，兩劍插刀。喂，你怎樣做體場啊？我怎樣做體場洗了地球啊？第一次是拍這麼多 action 的電影，尤其是呢部戲其實幾地嘅，幾香港，所以取景方面其實都好實，成日去廟街去拍啦，去所謂嘅吹雞啊，有好多人。最難忘嘅就係有百幾二百人企喺後面，就咁喺佐敦喺廟街曬馬呢樣嘢，其實由細到大睇古惑仔片就睇得多。小心啲啊，唔好成日打交啊！你都去。簡介一下，我就是做人大佬的，咁做他哋三子的大佬啦，咁都是一個很低調的大佬嚟，就永遠都保持在一個 under 佢大佬的一個位置。我在戲裏邊飾演呢個咧，係都屬於黑社會大家姐啦。喺佢裏邊，其實我是一個很 cool 的感覺啦，同埋係其實佢一路呢個角色的人物都是因為情義，同埋一個很敢作敢為的一個女人。打完了咁，但係自己一路堅持咁樣。我角色就叫做子健啦。咁其實我都係一個幾兇狠嘅一個人，即係佢都幾用暴力去武力去解決問題嘅一個人。因為好耐已經冇一套咁寫實嘅黑社會電影，咁同埋我哋之前真係做咗好多好多嘅 research， 我哋暗地裏同好多江湖人物傾過、見過面、討論過，所以出嚟的效果一定是你哋意想不到的。呢套戲是一個情義的累積嚟嘅，拍呢套戲已經大量搜集所有的黑幫片。我看完之後，我真的呆了的感覺，哇！竟然是可以拍到咁靚嘅。色彩啊，畫面各樣都調校得好，燈光啊，好靚。咁喺拍嘅過程裏面，我都覺得係好多鏡頭係令到自己都好有 feel。我會覺得係真係用 romantic 嚟形容。即係我自己都期待睇，太耐冇古惑仔電影啦，今次嘅全新嘅組合啦，咁我覺得出嚟應該會有一個新嘅感覺。到時大家記得入嚟支持雜誌。助攻！助攻！這個世界邊個惡就邊個話事，救人惡，冧咗佢，話俾全世界知，你先係最惡嗰個。等我你啊！你識唔識做體場啊？時代唔同啦，我哋唔變一樣俾人淘汰。我想你戰我大底，爭到草。我壓曬所有嘢落去，過咗通宵我就做坐管啦，冇人可以停啫。你而家夾埋班兄弟反我！你有乜撚嘢都唔使講，只有你還你，我還我。啊，我都 sorry 啦。你乖乖地做兩聲阿嫂聽下，再有唔得，除於頭人。愛兄弟姊妹，抑或愛黃金？愛兄弟姊妹。舊式的黑社會時代正式終結，代之而起的將會是一個屬於我們的新時代。